本所于4月13日凌晨4时许执行巡逻勤务，建议府中机骑士及乘客均未戴安全帽，遂予拦查。过程中，驾驶万姓男子主动打开机车置物箱供警查看，原警赫然发现内有 K 盘一个，毒品检验呈现三级毒品 K 他命阳性反应。全案询问后，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警裁罚。